回来的比想象中更快啊，有结果了。现在轮到我们开辟前路。既然他的遗愿已经带到，我的最后一项任务也完成了。不过别嫌我说话不好听，有斗志是好事，但米哈伊尔留给你们的路可不好走，否则他又何必在孤独中睡去，对你们这群未来的无名客孤注一掷呢？不过你们人多，倒是有机会说得慢点。你还挺会鼓励人的哈。依我看，光靠瓦尔特参与谈判肯定远远不够，且不论对方是否会乖乖就范，谈判这件事本身只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和对方分庭抗礼的机会。匹诺康尼是对手的主场，我们可用的筹码本就少之又少，与其在家族的封锁下坐以待毙，不如选择主动进攻。我们熟悉星河的特性，而星河作为稳定美梦的核心，对家族至关重要，触碰对方的核心。没错，只要能威胁到星河，无论是谈判还是战斗都有机会占据上风。但问题在于，正值协约大典召开前夕，我们要如何才能接近大剧院？家族势必会设下重重防守，强行突围就算能做到，风险也太高了。居然没人说话吗？那我举手了，这题我知道。没了我，这个列车族怕是要散啦。是这样的，我听说协约大典开始前会开放给盛典预热的选秀会场，叫什么？苏勒的。只要拿下第一名，我们就能夺得盛会巨星的称号，受到知更鸟小姐的亲自接见。不过这个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们能比普通观众更早进入大剧院。那要怎么才能参加这个盛会海选呢？其实我从知更鸟小姐的粉丝群里拿到了几张特邀门票，实不相瞒，我一直在筹备参加这场选秀呢。但现在看来，就算能脱颖而出，大概也没机会和知更鸟小姐握手了。原来这玩意儿还在办啊，明明最早是米哈伊尔为了引人注目特意搞的噱头，倒是有一试的价值。就按小三月说的来吧，加拉赫先生，你会和我们同行吗？恐怕我没那个时间了，作为虚构人物，我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项任务，皮诺康尼能否从梦中醒来就全看你们的了。如果还能再见面，请一定要来列车上坐坐。好啊，我会给你们的列车智库再添上几笔的。而刘莹小姐，感谢你此前提供的帮助。大敌当前，只要星河猎手和星穹列车的目的一致，我们也愿意与你合作。已经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就让我和你们一起走完皮诺康尼的旅途吧。很高兴最后我们能并肩而立，这确实是最好的结局了。这也正是开拓之旅的意义。那我们就出发吧，各位。参赛者，你们有多大把握能够通过所有挑战？能接受我们的个人专访吗？就一会儿。前途迢递，谗言险，精佩必天，争冠冕。艳语玫瑰，守护纯美，纯美纯美。
骑士脑袋硬，蓝哥一根筋，比赛不必赢，乐子不能停。啊，人怎么越来越多了？感觉什么牛鬼蛇神都冒出来。女士们，先生们，请让一让，让一让。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伊诺康尼十大富豪之一，苏勒达商业帝国的缔造者艾迪恩先生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苏勒达工厂的厂长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星穹列车的无名客姬子，这几位是我的同行者。你们不用隐藏身份吗？瞒不住了，全平诺康尼都贴满了咱们的海报，但正因为人人都认识星穹列车。一个喜欢到处冒险的普通女孩。大家好，我是刘莹，也是一个喜欢到处冒险的普通女孩。原来是无名客一行，那最后的对决定会精彩无比。时间珍贵，四位朋友和我来吧。喝下这瓶苏乐达，快乐美梦苏苏达。真是热闹，这就对了。这片海选会场正是那可能性时代的缩影。客们，你们的到来让我想起匹诺康尼初见时的盛况。某一天，我因繁重的劳作不慎晕倒，被苏萨先生的饮料救活一命。如梦年代就是这么神奇。衷心祝愿你们成功走到最后，成为新生代的匹。真不愧是勇往直前的开拓者。三月七小姐，你呢？观众们好呀，接下来请欣赏刷新通关速度记录的超级三月七大冒险。开拓未知，挑战极限，哈哈，真不愧是三月七小姐。刘莹小姐呢？希望在旅途的终点，每个人都能抵达向往的结局。多么美好的祝福。姬子小姐，你对你们的队伍有什么期望？大家安全第一。多么朴实又温暖的话语。等待着你们的是三道关卡，每一道都与那个时代有关。前两道最后一关，你们将挑战一位坚守至今的守擂者。一位用规则就是这么简单，诸位勇士明白了吗？那么我宣布，由苏勒达有限公司赞助的第20届第33场热杀盛典正式开始。各位，离血月大典的时间越来越近了，我们必须尽快抵达终点。考虑到效率和安全，两两组队，我和三月与刘莹小姐相识的时间不久，还不熟悉彼此，你与她搭档或许更稳妥些。我没意见，就这么。我也没问题。呀，时间紧急，
乖乖听大人话好不好啦？那就这么分组，大家抓紧时间吧。欢迎来到由苏乐达有限公司赞助的第20届第33场热带演技派挑战中，您需要根据3份剧本完成表演，打动现场的评委。现在开始。二位先生，现在由我来为您。前方一共有3座舞台，每座舞台上都有一场挑战，挑战的敌人都是电影《逐梦往事》中的反派角色，干脆利落地打倒敌人。顺便一提，本关的最高纪录由一位红发选手创造，他击败全部3座舞台上的敌人竟然只用时5分钟。事态紧急，我们就速战。各位选手，你们即将面对的是身为来到匹诺康尼的逐梦。啊呜！汪！苏拉，我下手很轻的，别动呀！来捉迷藏，会找到答案吗？身无巨物，就是这样。上下相依。谋事在前，哼！再来一下。我为逝者哀哭，木叶终将落下。苏乐达，我的，还算轻松。你们成为了最早的逐梦客，你们受到在即将放弃的时候。为什么竞争对手是苏乐达？因为这里是苏乐达，是为了捍卫苏乐达的尊严。敌方数据说声网标记激活，接下来就是愉快的反击时间了。好戏，加把劲儿。度徘徊，我为逝者哀哭，木叶终将落下。与俄军相遇为一，侦察到敌方目标。陪我的，别动呀！身无巨物。世界一痛吻我。